师傅，徒儿要好好谢谢您。谢我什么？谢您夜观天象，未卜先知啊。师傅，您当初真的说对了，此次三大古老宗门的丹术大比，徒儿的丹脉真的多亏了，徒儿也因此被宗主钦封为仙门丹脉功勋长老。宗主说永恒之地试炼后，徒儿就去仙门上任。那为师要恭喜你了。师父，您肯定想不到贪晕当初居然没死，而且他还是圣阶大丹师，丹术大比时全靠他一人之力扭转败局。看来这个贪云不简单呐。不过贪云真的是让徒儿又爱又恨。怎么了？贪云确实是妖孽天才，可是也太能惹事了。刚从永恒仙宗回来，他就把那门摄魂一脉首席的儿子给废了，那摄魂道者岂能善罢甘休？听你的口气是在关心他。他毕竟是丹脉的大功臣，徒儿自然要关心他了。徒儿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怎么了？师父，您觉得徒儿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师父您喜欢不，您觉得徒儿现在的样子好看，还是少女时的模样好看？哎，虽然为师没见过你少女时的样子，但是想必那时候的你更加惊艳。师父，您闭上眼睛。坐身。哎呀，师父，您就闭上嘛。好，好，好。师父，徒儿要给您惊喜了。您睁开眼睛看看。师父，徒儿现在有没有比刚才更好看？好看。多谢师父夸奖。师父，徒儿从永恒仙宗回来后，德老送来一些火种，徒儿这就给您。无冰铁焰，冰属性的极品宝剑火种，不错。师父，德老说不出一个月，他还会把火属性和冰属性的下品亚尊阶火种送来。他还说他被宗主调去了皇府总行，让你以后有事找他就去那里。走吧，带为师去看看你父亲。啊，师父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，想一块儿去了。
绝，好地方啊。师父，那里就是我的家。我娘很喜欢桃花，她走后，我爹忍着病痛，亲手栽下了这片桃花园林。后来我爹身体越来越差，直到20年前，卧床不起。医治好你父亲，便是对你娘在天之灵最好的安慰。小玉，我爹怎么了？